大家好，那谢谢你。然后今天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介绍，其实我觉得我一直每次都觉得我其实是代替大家的角色，我只是坐在上面，也是其实我跟大家一样想要坐在下面发问。那我每次都会把主持人的角色变成是发问者的角色，所以呢，我想就先大概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走线，然后我会再请维正啊、尚林跟灿正他们轮流稍微介绍一下他们跟他们的作品当中，特别是跟都市身体相关的议题跟作品，然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些Q&A， 然后我想我们一定要把时间再多留一些时间给大家，因为我想。我知道大家一定跟我一样，非常非常多问题，在他们介绍自己作品以后，想要跟大家分享，或者说想要问他们的。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在介绍他们之前，其实我现在的那个气息还是很喘的。我刚从北艺下来，然后大家知道这台北艺术大学这里有点远，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开车载我下来，然后我大概每30秒看一次手表。因为他是开车，我反而跟他讲说，你就载我到捷运站就好。那因为他有很多话，我们很久没有好好聊天，他有很多话想要跟我，促膝长谈。其实因为就是想要聊一些八卦，然后所以他就坚持要开车从把我从北艺载下来，载到这里。那你知道是从北艺下来这一段漫漫长路，在这个时间非常容易塞车的。所以我同学我的朋友一边开车，然后。我一边看手表，然后他慢慢的就感染到我紧张的气息，然后我整个人就是因为这种时间的节奏，然后就大家知道，就是坐在车里面身体是不会动的嘛，对不对？但是我心是跟大家在一起，有没有？就是我的那个时间的距离，或者我的空间的距离，其实已经先地锚在这个地方了，所以我一直觉得时间为什么过得这么快？然后我的身体为什么移动这么慢？那其实我昨晚就是在很我大概是在6:50的时候，离这里大概1公里多，然后我就想说这1公里多不会要花我半小时。那我突然发现，我好像提早比大家更早进入了今天的那个座谈的情境，或者说今天这个三位艺术家。想要跟大家讨论的这样的情境，那其实我一直在想说，那个时候我就决定先把大家留在这里，跟三位艺术家稍微培养一下默契，然后我决定要放松一下我心情，来想一下我到底开场白要怎么样跟大家聊天，或者说跟大家介绍这三位艺术家的作品。然后其实我刚因为要上厕所，要找厕所的关系，我发现这个当代馆好像因为这个展览，所以对我来讲是变成我不认识的当代馆，因为它把很多隔间隔起来了，然后把很多我本来认识的通道给封起来了。我发现我刚刚本来要到这边的厕所，这边的厕所关起来，我后来要到那边的厕所，楼下不能上去，我就这样绕上去，结果我发现我又绕了一圈再回来。今天我的身体在一个我以为我很熟悉的地方，我的身体告诉我，我今天进来了一个迷宫。那我们等一下的座谈可能会让大家发现，大家本来习以为常的城市，不太是大家真的以为自己所知道的城市。那特别是艺术家用他们的作品跟身体之间。所测量出来的，或者说用他们特殊的，不管是声音的，不管是眼睛的、视觉的、听觉的，甚至是各种不同的身体姿态的，所为我们所展现出来的城市，其实远非我们所认识的城市。那当然讲到这里，我觉得我还是把艺术家把时间留给美好的作品。那我想我们的顺序大概就是先请维正，然后再尚林，再灿正，好不好？那维正就麻烦你了。
接下来的那个导游就是你们。好，那个博伟，然后两位艺术家，然后还有各位就是今天有幸来度过这个当代馆城市的这个晚上啊。我刚刚那个博伟的开场我非常有同感，因为我要出门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货车破胎了，然后我就我老婆紧急载我到那个公车站啊，因为我住在龟山，然后就一路坐那个公车下来，可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是非常塞的，然后所以我的那个手机是放在旁边。我的时间是完全没有中断啊。那所以其实城市给我们一个非常匆忙啊、忙乱的一个节奏感。那我自己就是其实是小时候是在乡下长大啊。那所以我其实虽然也住了城市一段时间，但是始终还是不太适应，所以我搬到龟山去啊。那边也像乡下，所以。感觉每次进台北就很有点像是在进城一样，然后其实我本来跟这个城市这个主题是没有任何关系，就是说我本来的创作比较偏向是有点像雕塑，其实它是比较偏向观念装置，但是直到2010年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就是。我想要自备武功，就是说我如果不做雕塑，那我可以怎么做这样啊？那刚好那时候有个邀约是就是那个上海的外滩美术馆的邀约啊，那策展的是那个侯汉平啊，那他在一年多前就先通知了我这个展览，所以其实我有非常长的时间做准备啊，那先后我就到了上海，那可是去上海，事实上上海去了很多次啊。而且就算没去过上海，好像都认识上海。为什么？因为上海的这个影像太多了，老照片啊，或者是电影啊，上海滩啊，好像感觉起来我没有在那个城市待过、住过，但是我好像都熟悉这个城市。可是等到我想要为这个城市做一件新作品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像不太认识它，因为跟我认识的其实是有一段差距。那所以其实再加上就是外滩美术馆它的背景关系哈，那所以我就重新考，也不算考究了哈，就是稍微阅读，应该是说阅读这个城市的历史跟它的一些特质啊，然后还有就是外滩远的这个地方，那后来才发展这个城市影像多宝格的系列啊，然后正式比较完整的一次是2012年在。那个耿化的这一次的个展算是比较完整的一次，那这个就是名称是叫城市影像多宝格，事实上这个作品有点复杂啊，那到目前为止很多人还不了解就是我这个创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脉络，因为可能所以我今天的这个内容会围绕在就是外滩美术馆的这个计划，因为他当时给了我四个应该算是很多岁的空间，所以迫使我要做出很多不同，应该是算是四个系统的脉络的作品，但是相互之间有点关系，不过都围绕在城市的这个主题。好，那它名称叫日语之夜，事实上也呼应了上海这个城市的一种热闹氛围，晚上白天都很热闹。那外滩美术馆这个是在租界时期的它的建筑外观。然后他当时是英国人带进来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就是他的前身是自然科学博物馆，后来才就是改建成就是外滩美术馆，那这个美术馆的外观是这样，那他后来也用修建的方式，就是恢复当时就租界时期的这个外观，那内部当然有很大的转变。那我被安排在二楼的一个空间，是一个主展场的外面。那事实上，那个外面的那个空间非常狭小，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空间是非常狭小。我做了一个玻璃柜，那这个玻璃柜呢，
它上面有很多影像的文物，影像史的文物哈。但事实上，这些影像史的文物呢，全部是我手工做的哈，就是假的文物了哈。因为我之前的作品，本来我遗迹都是一些假的出土文物哈，所以它有点围绕在，它有点延续，就是我普南的这个系列的作品哈。事实上，这个空间看起来好像很大，但事实上大概很小，大概差不多只有12坪左右，所以我没有办法做一个大的作品，所以用玻璃柜的方式去处理，然后跳高哈，因为它高度大概有6米，所以我做了一个高的玻璃柜。那这个看起来就是真的很像，就是像电影史的一个博物馆哈。那这边就是有一些像大概有相机啊、佐格拉镜啊、木质投影机啊哈，然后一些早期的那种。投影片嘛，然后或者是像大家看到这个右边的这个是那个卢米埃的就是电影播放器，但事实上这个里面的结构是乱掰的，事实上它不能用，它就是假的，它就是一个假的，有点像标本这样，不能播。那我到网络上去买那个 eBay 买那个一版照片，都是古董啊，真的照片，有的很便宜，有的很贵。那我把里面的照片抽换掉，然后用一个特殊的方法让它看起来很像是真的，就是一个影版照片，但事实上这里面的内容都是跟我要谈的这个城市的人有关的哈。比方说我有光笔，比方说上面那一排的最右边那个其实是那个左别林，好，然后再过来那个是梅兰芳的照片。那为什么又不要放他们两个照片？是因为他们当时在租界时期，就是1945年、1943、1944年的时候，那个阶段，他们在上海的这个城市有一段邂逅，就是说，左边来宣传他的就是那个摩登时代的电影，然后跟梅兰芳有一些接触，所以我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谈这个城市的历史。另外这些人其实是我后面会跟大家介绍，这两个是我后来去网络上搜寻，我发现到他们正在做一个计划，因为2010年刚好那个上海世博，然后呢左边的这位人呢，他从温州跑步跑到上海，好，那大家可能没有概念，那我跟大家讲，他每天跑8到10小时，然后呢跑了2个月，然后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跑？他说庆祝世博，就是他们就有很多这种奇人。后来我又发现另外一个消息是，这左边这位人他从武汉游泳游长江逆江而上，然后游长江然后游到上海，好一样就是为了宣扬这个世博。所以后来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就通过美术馆帮我联络这两个人，好，然后我说愿不愿意就是加入我的，就是参与我的作品。那没想到他们一口答应。所以我就算好时间，就他在他们跑到上海或游到上海的时候，我就特别去拍他。那这个其实后来是在台北的 VTR Salon 的展出。那这个作品应该算是视觉戏法里面就是这个城市影像多宝盒的这个系列里面比较大的作品。然后这个作品非常复杂，那里面有很多机关，就光是电源线大概就有13个电源线，很里面的东西都会动，好，然后都是一些早期就是在电影还没发生之前的一些视觉玩具，可是我把当代的一些内容放到这个看起来很像古董柜里面。有人说你去哪里收的古董柜很漂亮，我说是完全是手工做出来的，因为我之前做那个假古董，就假的出土木石头，现在只不过转成就改成做木头而已。那待会可能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动态影像，那这个是展出的状况，看起来有点像博物馆，很像一个老的博物馆。然后这个阶段呢，全部都是你看电影史的时候上面会有的文物照片。那我完全一个真品都没看过，我都是看照片然后就复制这样。那所以第一个阶段我有点像在做功课，然后到后面的阶段开始，大家刚刚看到那个大型的那个，其实是我乱想的，就是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东西出现。那我一直在想象，就是如果电影没有那么快出现，然后数位没有那么快出现，假设我们都还在这个蒸汽时代，那会是怎么样的景观？
那后来在动画这一次算是比较完整的一次，哦，这个是也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作品。我后来就开始把一些简单的视觉的这些利用物理原理造成的这些就是视觉玩具，我把它开始做改变，哦，放大啊，或者是比方说吸氧镜，我就让它变得就是会动啊之类等等，哦，所以在看我的作品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就是哎，是不是到了博物馆的感觉，哦，那仔细看当然会发现，哦，事实上会发现里面有些当代的元素在里面。那到这个阶段就是开始我就胡思乱想，哦，那个造型就开始随我的想象力，然后有了一些改变。那在内容的部分呢，我基本上会挑的就是有两个关键，啊，一个关键就是我认为他是这个城市里面很具代表性的人，比方说艺术家、表演者，比方说义工、社会人员，啊，那就是说他可能是一个很特定的身份，啊，我认为他是具有一种城市一种美好的精神，或者是具有人文的精神的这些人。另外一个部分当然就是说跟我要有一些关系，啊，因为我到那个城市去刚好就碰到，就是所以他跟我有一些机缘，啊，所以大概是这两个组织起来，啊，那这个呢是我把一些有关于城市的内容然后把它转换成盲人，啊，那事实上盲字，对不起，转换成盲字，然后再透过音乐盒把那个声音读出来，大家懂意思吗？因为那个手摇音乐盒也不是一个洞一个洞，然后我就把文字转成盲文，然后再把它输进去，就它就有一个漂亮的声音，然后那个这个装置就有点像是把文字变成图像，然后再变成声音的一种装置，哈，但是它很可能在诉说就是那个城市的故事。那后来参与光州双年展的时候呢，我当然就考究了一下光州这个城市，然后发现光州这个城市的历史跟光州事件有很大的关系。那光州事件大家都知道，可能比较清楚的就是说它有点像是台湾的228事件，就是政府开枪扫射，然后死了200多个学生，所以后来引起就是韩国人民的众怒，所以总统后来也入狱。那他们为了要补偿这个事件，所以就办了光州双年展，在这边，然后也被誉为是现在亚洲最大的一个双年展。那我后来去找了就是这些跟光州事件有关的人，去短暂的访谈之后，然后做了一项记录，然后把它放在这个我的这些多宝格的装置里面。像这一位呢，他被号称是光州的妈妈，他当时是一位护士。就是年轻的时候是一位护士，可是目睹光州事件，后来他就很愤慨，然后组织一个团体，就帮这个这些受难者家属就是打官司啊，或者争取权利啊，然后后来就变成议员，那我去访谈他的时候，他很正式，他就穿这样子，就正式的韩服，是一个非常庄重，而且非常重视这个访谈的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他很适合当光州城市的代表。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些部分的内容，就是跟光州有关的其他的，比方说这位是一位剧作家，他一直在编跟光州事件有关的这个舞台剧，那我就用皮影的方式去回应，就去有点像是向他致敬的意思。然后这个是活动试镜，被我改成有点东方式的活动试镜卡，里面的人物呢，也就是分别是艺术家，然后还有就是当地人，当地卖二手货的一位老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留学生，因为双年展呢，常常会有每两年一次会有大约100到200个艺术家进驻广州这个城市，然后留学生也被就是世界各国的在韩国的在广州的留学生也被找去做翻译。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对光州这个城市是有贡献的。那在当代馆的部分，因为他给了我都是那个展览的前面的前厅，所以等于是你到每一层楼都会看到我的作品，所以我必须要想四件作品，但是分别可能有点关系。那后来就想到另外一个跟城市发生
一种游戏关系，就是叫影像银行寻宝游戏。这个是一个寻宝游戏，那大家可以看到墙上还有挂一些照片，那有游戏规则，然后这个柜子里面呢都有一些就是明信片，这个明信片呢大概就是我去那个城市拍的，就在一个特定范围里面我拍的局部照片，然后呢我把它放在柜子里面，观众可以拿着这张明信片当藏宝图去找我到底在哪里拍的。可是拍到了之后要怎么办？要证明，你要证明你找到，所以你也要拍照。可是你拍照的时候，你要把你自己拍进去，你要把你自己拍进去，而且要清楚哦。就光看照片，我就知道你已经找到那个地方，因为我拍的地方一定是独一无二的，不要涂鸦，不可能涂鸦会涂的一模一样哦。比方说瓷砖刚好破一角，那就是不会有一模一样哦。那所以他们就在那边拍哦。然后拍完之后呢，本来是这样嘛，好，就是本来都是景观的照片，好，那后来呢，他们到美术馆去，只要证明你是第一个找到的，你就可以把刚刚那个拿回家，然后我就把他拍的再放上去，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作品就一直在改变，就是说他在展场的时，他在展览的时候，就大家就拿着相机或手机就到外面去拍，这样拍完就马上回美术馆。然后这里面有很多趣事啊，因为有的他是用走路的，就他先拍了，可是后面那个人他拍完之后，他是用他骑脚踏车。但是我们是以谁先到美术馆为准的，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这个明信片。但是也因为有这个小礼物的关系，所以这个作品很受欢迎，因为我本来有120张，但后来不够，不到20天就被拿完。那这个展览到目前为止只有在韩国的那一次比较困难，因为它展场是新的展场，所以没有被拿完以外，其他就是做了6次全部被拿光，作品全部被拿光。那目前这件作品呢就累积了，就是它一直在累积，直到这件作品被收藏，这个游戏才会终止。那另外呢就是我有另外一个作品是参加就是广州三年展的，叫生日快乐啊。那这个很特别，是广州我没有去过。然后当他们找我的时候，这个展览名称叫见所未见啊。那我后来想想，我就故意不去那个广州，因为通常我都要先去那个城市先考察。但是因为它叫见所未见，它在谈看见的问题，所以就故意不去啊。故意不去呢，然后我请美术馆帮我找那个。就是盲童学校，是就看不到的那个盲童，然后帮请愿意配合的老师帮我找4位需要协助的盲童，那我写了一封信给他们，就说告诉他们说，请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生日愿望，好，然后我说我说不定会帮他们完成他们的生日愿望，因为我不太敢打包票啊，那。后来他们就老师帮我找了4位盲童，然后分别叙述了这4个盲童的年龄啊或长相等等啊，那或者性格。那我后来就做了这样4个作品。那很幸运的是，我当时是先在国内展，后来才去参加双年展，所以呢，在国内展的时候就确定我找到赞助，就是有企业愿意捐助。就是捐赠这个他们的生日愿望的所有花费，所以在双年展出的时候，我就已经确定他们可以完成他们的愿望。那当时我才跟他们见面，好，那这个作品的正面就是可以看到，还是有盲文哦。那个盲文就是老师对这个小朋友的描述，我把它转成盲文。另外，他背面就是他的生日愿望。那小朋友的生日愿望很可爱哦。有一个是要手机啊，盲人用的手机，这比较简单。有一个是要读书机，读书机就是他可以去网络下载有声书就对了，他不用用摸的这样。那另外有一个他要亲手做蛋糕，然后而且还要未来工作顺利，未来工作顺利看看有办法，但是他想要亲手做蛋糕，那也有点难度啊，就是我就去找那个就是愿意。协助就是这件事情的那个蛋糕工作坊，就刚好就是找到
就刚好有机会找到哦。那另外一个最困难的是一个小男生，他想要去北京旅行，你知道这有多困难吗？因为他们从小到大没有离开过广州，甚至没有离开过他住的那个范围，到学校范围以外太远的地方哦。但是他要去广州，那你想看，第一个他不可能一个人去嘛，那一定要老师陪同。那我也一定要去，对不对？然后美术馆肯定要去，好，美术馆的策展也要去，所以后来就四个人才能完成这个作品。好，那所以当时在开幕的时候，我并没有办法四个愿望都达成。好，那大家看到就是说这个作品它就是有些复杂的装置，然后因为我没有看过那四个小朋友的时候，我就要做这件作品，所以这个是我想象的，我画的速写，但是是画他们完成愿望的样子。好，然后分别就是后来在展场的时候，他们去亲手去摸那个盲点的时候，他们真的都读得出来啊。那一刻我突然有点感动啊，因为他们都念他们自己的名字这样，然后因为他们看不到，他们就用摸的。那这个作品会有声音的哈，会有声音。然后在开幕的时候，我们就办了一个生日宴会。然后大家看到是9月27号，对不对？所以我只完成了两位，因为那个读书机跟盲人用的手机就买了就好了，所以很简单。但是呢，蛋糕呢就只好我12月的时候再飞过去，再就帮他们做。而且一个小朋友要做蛋糕，那其他小朋友约过来一起做。然后再来呢，12月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去北京呢？不行，因为12月的时候北京那个下雪啊。那非常危险，所以后来就隔年再去啊，所以那个展览都展完了，但是我这边就没有去。然后呢，去北京的时候，这个小朋友当然很开心啊，因为但是刚开始我们觉得有点残忍，因为我们要带他去长城的时候呢，他沿途一直吐，他吐了十几次，为什么？因为他看不到，所以他很容易晕车。大家试试看，你坐车，你眼睛闭起来。你很容易就晕了，就还好是他后来爬上长城的时候，他很开心的，然后我们带他逛胡同，然后吃烤鸭，然后后来这件，那这个作品就是皮影，其实它是会动的，它叫《惊奇树超人》，是我记录就是我的一个汉图社的成员，就是艺术家的一个团体，然后我把他们比喻成超人，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艺术家有点像超人一样。就是以为自己可以拯救世界啊，其实是很弱智的这样。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呢哈，是身体测量，好，身体测量。那身体测量呢，它是另外一个我介入城市的方法啊。那事实上，我觉得不管是深的或浅的，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接触那个城市其实时间都很短啊，我觉得不太可能做一个如此深刻、多深刻的作品，所以我想透过游戏，或者透过身体的这件事情，因为刚刚博伟特别强调身体，因为我觉得我就很想要唤起这件事情，因为你以为你认识城市，但事实上你跟城市的关系很漠然，所以其实这个身体测量这个系列的作品有点像是我创，就是说我教学的延伸，因为我本来在大学里面我都要我的学生做这样的作业。就是，但是对象是在校园里面，用自己的身体跟这个环境发生关系啊。那当时这个在上海拍的啊，那这边来了大概有30几个志工。那这张很重要的是，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英国领事馆跟东方明珠啊，就是那种新旧建筑。这个英国领事馆现在是一个教堂了啊，然后他们趴在那边，因为我本来要他们站在上面，但下面就是悬崖，对不对？就是河流哈，所以其实很危险，所以他们这样趴是比较安全的。然后呢，也不是每个动作所有人都做得出来啊，这是最精彩的两张啊，因为我以为女生都很软啊，但后来我发现其实很多女生也是硬汉。然后那个就是这个动作，我们换了3-4个女生，好不容易可以啊。那这个男生呢，就是他要够小，而且他要够精壮啊。然后我手伸起来，我180哈，我手伸起来。我只能摸到他的脚踝，所以其实蛮高的。然后那个是一个以前的八卦窗，但是很浅，大概只有7公分，所以他顶在上面，他要靠他的
身体的支撑力把它撑开，好，撑开它才可以卡在上面。然后我们要拍照的，拍完赶快跑过去扶它哦，才不会发生危险。好，那所以它有各种就是这是邀请当地民众跟这个城市发生一个游戏的关系哦，然后看起来像是真的在测量什么，但事实上测量不是主要目的哦，事实上也没有实质测量的意义，但是会留下很重要的当地人的这个穿着啊，或者特殊性跟景观哦。那像这个在首尔哦，但是在首尔拍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个人就不是很满意首尔的这一次，为什么？因为来的人还有穿那个裙子的哦，那女生啊很漂亮这样哦，穿裙子还打阳伞，我都不知道怎么叫他们做动作，所以动作都比较简单哦，不是站就是坐，然后就躺这样哦。然后那个像男生来呢，像我们把一个男生举起来这样哦，然后我因为我比较高，我站中间，然后旁边有4个男生，大家举起来，结果我觉得好像只有我在出力啊，我觉得很重，你知道吗？但是5个人撑一个男生应该很简单哦，所以那个都做假球这样，打假球。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个人想要拍台北这个城市的计划。那台北的这个城市的计划呢，就是我觉得因为太熟悉，反而不知道怎么拍，所以我想说我就先从我自己开始。然后我发现，很有趣的就是台北的公园啊，到处都有这种游乐设施或健身器材，很怪。公园很小，但是一定有，再小的公园都有，而且全听说不是还不是只是台北嘛，全台湾都有。我在想说这是有什么必要？所以为什么里长一定要盖这样的东西？但事实上你说它不好啊，也不对，因为真的很多人在用。你没有去看吗？那个妈妈啊，或者是那个菲佣啊，就推着老先生到那边，就那个使用率很高啊。但是真的太怪了，你看这个在民权大桥下面根本不会有人去那里，还弄了一个这个这个游乐器材哦，觉得实在很诡异啊，所以我就用我自己的身体去考察一下台北的公园，顺便挑战一下自己的体能，因为一天到晚叫别人做，我自己要示范一下啊，所以真的是很怪哦，就是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台湾的那个就不一定要。然后后来在去年的2010年，我就拍了一个团体的部分。那这个团体的部分就是很幸运的，就是参与的人大约有400多个人啊，3天的活动大约有400多个人参与，所以我才能做很大的计划。那这个拍的位置大概就是台北市立美术馆、故事馆，然后那个德育中心圆山遗址。好，然后那个就是台北设计馆啊，然后大概这个是拍出来的结果。透过这样的方式，我才发现我真的不认识台北啊。那事实上，这个是台北的第一个地下道，你们知道，其实就是那个台北故事馆通到那个文娱中心啊。然后还有刚大家看到那个圆形的那个，你们知道在哪里吗？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我看到这一张，这个很漂亮的地方，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不是，它就是在俄语中心的飞耀广场，哦，那边其实都很少人知道，但事实上那边那个景观很漂亮。哦，那因为那一块地方其实还蛮神秘的，所以就如果你没有常去带小朋友去俄语中心的话，大概不会发现那边有一些特殊的景观。然后因为就是有资助的关系，所以我们才有办法进，就是有人支持的哈，就是市政府的支持的关系，所以我才有办法进这里。这里知道在哪里？这个叫做圆山指挥所，就在儿童乐园里面的很奇怪的龙凤船那个游乐场的后面旁边啊，应该说旁边那边其实就是圆山指挥所哦。那事实上就是说这个指挥所里面很大哦，它里面可以同时住大概600-700个人在那边生活，所以其实我也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记录一个台北的历史，因为圆山遗址这边其实是台北的发源地，台北城市的发源地。大家看一下左边这一张图，你们觉得是下面女生厉害还是上面女生厉害？事实上下面女生根本就没有用力，
上面的女生为什么她可以卡住？为什么？就是，对，不是，不是够长，是不能太长，不能太短，所以只有她可以，其他人都不行。所以身体测量的最高标准就像这样，就是刚好只有她可以，其他人都不行。好，然后因为第三天就是这个叫特意，就是特别技术组，然后我特别找民众，就是你愿意挑战自己的体能的那种可以倒立的啊，可以单手支撑的那种人来这样，所以人少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动作。好，我还有多少时间？好 ，OK， 好，那我很简短的让大家看一些影像哈，给我再给我一分钟哈。就是，就是让大家稍微看一下一个部分的影像哦，就是听一下那个声音。就是这个城市影像多宝格的作品是可以玩的啦，它就像是一个大型的玩具一样。然后这个就是西洋镜，西洋镜它里面就最早的 3D 啦，然后我以前是用纸片做，后来我用那个。就是用散热物片，就让它有透光性。然后我就会拍一些我认为重要的人，对台北这个城市或其他城市重要的影像。我是用照相，一张一张拍，然后把它接起来，变成是有点像影格动画的效果。然后有些可以互动的那个影像。然后我都把它做成有点像早期的影像的效果。这个就是那个那位勇士哈。然后我拍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可爱，因为他跑得很认真，然后满头大汗这样。然后游泳那个我总不能到水里拍，所以那个就是只是我让它变成有点像雕像。那个影像都故意做的就是比较，就是比较像那个早期的这种影格动画的效果。那另外就是身体测量，就是也简短的让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个是有一个纪录片。所以其实它我的做这个系列城市影像多宝格，它好像是透过很多的方法，一个是像影像博物馆的方式。然后我去找那个有趣的，把它变成是我作品里面的影像。另外呢，就透过就是城市影像多就是那个身体测量啊，它跟那个就是影像银行寻宝游戏一样，就是它像是一个在城市里面游玩的游戏。那这些招募的志工刚开始彼此都不认识啊，但是透过一些活动就开始就是活络起来。但而且我们大概没有这样的经验，在城市里面游戏可以透过艺术之名行游戏之实。然后我的作品里面有一个状况，因为就是说我在思考的部分是如何让一般的人都可以参与，所以像有那种小朋友都可以来，就是我不会拒绝说，对不起。你会倒立啊？不会，不行。那你可不可以脱衣服？好，不行，就那不重要。就对我来讲，就是我希望参与的是一般人，所有人都可以，阿嬷也可以，好。然后来参与的也有那个大概五岁的小孩哦，参与了这个作品。好，那重点就是你怎么指挥这些根本就没有，就是可能没有当过兵的啊。有时候你在指挥这个时候，就很痛苦啊，就因为。男生有当过兵，你很好指挥嘛，就排队，你那个要排队哦，就是要整队要整半天，然后你要怎么让它变成是可以，就是像是一个，我觉得这个作品有点像是城市雕塑啊，对我来讲，它有点像是一个雕塑作品。那这件作品大家比较不熟悉，是因为我还没有正式发表，啊，就是我还没有透过一个展览把它正式发表啊。那应该会是明年啊，明年的时间会有一个正式发表的机会。为了拍这一个作品啊，我们就大家去买了一架，而且在台北市拍这个作品很有趣，因为那个飞机一直飞过来，所以飞机变成是我 ending 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啊，因为飞机飞过去，然后拍完了，
然后大家就欢呼这样。我发现，他好像大部分人也不是太讨厌这个飞机从台北的市中心跨过，事实上还蛮特别，全世界大概找不到一个机场在那个一个城市的市中心，所以事实上他也有一些争议，到底要不要拆。好，最后呢，我们来 ending 一下。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维正。那个，我觉得刚刚维正真的讲得太快了。其实大家没有发现，我知道这个我们今天这场讲座其实名字定错了。今天这场讲座应该是台北观光旅游城市指南。那个大家刚刚都太专心，其实我刚刚偷偷记下了很多那个地点。如果大家真的想要知道那个地点在哪里，可以跟我索取，或者说跟维正问一下。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子。就是维正，你这个作品啊，应该说有个小图有没有？然后就放在那个地点的旁边，对不对？就是以后那个导览手册啦，什么都应该要有你的作品的介绍，或者地点的介绍这样子，我觉得是蛮好的。另外，我要补充一下，就是真的那个健身器材哪里都有，而且我常常去使用。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那个有的真的是卡卡，而且。因为我可能太矮的关系，有时候用的真的是觉得像那种什么走路的机器啦，或者是反正就是有一些很怪的东西，我觉得它一定是做给维正这种身高的人用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公园里面，我有受到歧视的感觉。这个也真的是我用我自己的个人矮小的身体体会到整个都市的巨大感。那我想接下来我们就去上林。再继续，我带我们进入下一场城市的绅士或者城市的旅程，上你麻烦，谢谢。欢迎，谢谢维正，谢谢博伟。那个有关那个公园的经验，其实我蛮痛的。对，就是因为我小孩，我女儿嘛，两岁了。那其实因为我从小在台北长大，其实我们家旁边就是有很多公园，那其实他大概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里长的关系还是什么的关系，他会一直变。他本来像我们家附近有个溜滑梯，他本来是用那个水泥做的，然后大概到我大概国中的时候，他就拆掉了，他就变成那个铁，像这种铁，然后那个铁链嘛绑轮胎这样子。啊，到现在已经没有溜滑梯了，以至于我现在跟我老婆也是要去带小朋友去，他很敢荡秋千这样，去荡秋千或这边滑梯，我们要到那种很低的地方才找得到。也就是说，并没有这么多。其实，就是说真的想用的时候，其实一方面其实他有时候感觉并没有什么安全，第二有时候是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好找，真的要找的话，就是说。感觉没有办法让小朋友玩得很痛快，哦，那就是我问你个问题。不过我觉得我有点丢脸，你会跟小朋友排队去溜滑梯吗？我觉得丢脸的不是这个，像我有一次，不是因为我会，我觉得比较丢脸，是因为我们是艺术家，我们其实。就是常常有人问，就是遇到艺术家说，那你现在会就是，比如说大楼公寓，然后遇到其他楼层按电梯，他说，你今晚哪里有上班？像类似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在公寓。为什么？因为像有时候太太要做菜，很累，然后我就拉着小孩去公寓，但是公园里面全部都是女生，全部都是妈妈，然后还有女性的，印尼的朋友这样子，或是泰国朋友，然后你就会觉得，因为他们都聚在一起聊天，然后小朋友在那边玩，然后你就一个人在那边看小朋友，然后有时候还要帮其他的小朋友
上六号。我只要阻止他们抢那个脚踏车之类，就很尴尬这样子。哦，这种人出现在抢手。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城市的经验真的是蛮有趣的。就是比如说，像我家旁边有些像是操场，因为我家住离那个松山机场其实蛮近的。本来我读民权国小，那民权国小后面其实，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后面是一片草地，其实一直走，就会走到那个机场跑道旁边。但现在已经都变成都隔起来，变成民权东路。其实以前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怎么讲，城市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我先放照片。但是我的照片其实比较没有，现在其实演变到其实没有什么城市的影响。但是其实这个城市的主题，其实我其实还蛮花一点时间在关注。那我就像维正老师刚才讲说，他就来这边的一个经验，我想到说，我最近其实有时候开车，我听广播，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到一些不是让我很开心，就是说有些大陆来的朋友或是移民者，他来到台湾说，那台湾什么房子这么老旧啊？因为我也没有常去大陆，我不知道上海是不是很先进这样子。后来他还有看人写文章说，啊，原来台北最美的是谁？就是我听到这话，我不知道是该开心也好，或是该难过也好，但是确实，其实这个也点到，就是说当我在思考城市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过，就是说，到底我们在看一个城市是看城市的什么地方？哦，是城市的高楼大厦吗？还是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呢？后来我想想，其实两者都是吧。就是说，其实人其实才是这个城市的主角，那城市的背景是这些建筑。哦，那这也引导我，就是说慢慢的去思考，就是说人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今天要呈现的两个计划，一个叫做毕业照计划，一个叫做家计。那刚好呼应我跟包括求学跟自己成家的这样的过程。那这各位看到的这个，我看到你把它放大一点。那我的这个计划，我要先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好，那这个叫做毕业照计划。那这个计划我一开始的想法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有一次有个机会到日本的米德拉卡斯一个驻村，那个学校提供那个艺术村提供给我们工作室很特别，它是一个小学教室，那旁边是一个高中，那。就当我进去那地方住村之后，我使用那工作室，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怎么会是一个，就是一直让我想到这个学校这件事，所以让我一个 idea 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跑到旁边的高中去替他们拍毕业纪念照？所以我就跟当地的日本，他在茨城县，在大概东京稍微北边一点的地方那。当时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海啸嘛，那个地方其实他们受到影响是比较是雨水，就是辐射雨这个部分。好，那这地方呢，然后我就去那个高中，我就跟着我们工作人员，然后我就跑到校长室。然后你们可以想象，其实，在日本的学校里面，你进去的时候是要穿，不能穿鞋子，你要把鞋子拿掉，然后你要穿袜子，然后。像因为我身高比较高，有时候走过他们，因为他们学校比较，他们日本人个子可能比较小一点，然后他们那种学校比较旧，然后都会有一些木的那个木桩，还走是，那不 anyway 不管，就是说，我就试着想要去说服那个他们的校长，是不是可以给我个机会替同学们拍毕业纪念照？好，那这个是我当时拍的。就影像，那我是用大型相机去拍的。那时候我刚开始学操作这个相机，那我都拍他们好像闭上眼睛睡觉的这个样子。那我拍了6张这样子。
走一台。好，那大家应该都可以一看之下都可以很清楚发觉，就是这个，就是我没有讲的话，你看出来吗？哦，那其实我那时候想到的作品，并不是，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在做摄影，我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替他们做一本毕业纪念册？那这一本毕业纪念册是可以当做我的一本摄影集，也就是说从什么校长啊、团体照啊，或是学生课，就是我们一般传统的那样子的照片，我全部都是我去拍的。但是他们拒绝我，因为他们说他们高中生很忙，就是说他们上完一整天的课之后，晚上还要再晚自习到酒店。那后来我发现那是真的，就说那时候因为他那个地方在乡下，有时候因为他们住村的地方会发给我脚踏车，就骑车经过，我会发现晚上九点事情讲那个同学他真的就是很晚才回家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教育体制其实我们。并不是只有在台湾，其实在我们邻近的国家其实都有发生，所以他们就拒绝我这个请求。那后来在三年后终于逮到一个机会，那时候我在台东有另外一个机会，在当时他们有台东剧团，他们办一个驻村这样子，然后我驻村到尾声之后，我有一个机会到那个地方叫成功镇。各位知道成功镇吗？哦，那地方产那个旗鱼，我觉得那边那个镇其实很有名，它是有个鱼缸。哦，那他们的有一个小学叫做三民国小，那这个是我去从他们那个校史的书柜里面去挖出来的，就是他们在日据一百年前的日据时代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会用这种方式去拍照。哦，那旁边是原住民的那个照片，那他们。学校呢，80%都是原住民的学生，但很不幸的是，他们的学生呢，到现在其实已经只剩下两个，就毕业班只剩下两个班级，一般是中班，一般是校班。那中班18人，校班19人。好，那他们的这个城镇呢，其实如果有机会你到成功镇去的话，其实它是一个棋盘式的，非常整齐，它就是。非常整齐棋盘式的城市，我想，比如说你去台南的话，其实台南是有很多圆环的，但是成功镇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所以我就有一个机会，就是说替他们拍他们的毕业纪念册。那这个是校长，那校长是本来其实没有这么干净，这是我帮他，他后面还有一个按摩椅，我没有拍进去，因为这看起来不像校长会用的。那后面东西本来不是这么整齐，那个是我帮他。整理的，那他还有，他其实找不到资料，所以那个报纸其实也不正确。那我想大家应该不会看出来。好，那还有，这个其实真的是我拍，这是正常拍的。哦，他们的老师哦，还有什么护士啊，还有，哦，他们现在还有流行一个叫替代役，那这也是最近几年发生的。好，那这是他们的团体照。哦，在他们同学的照片，那当然这个他们自己的生活照是他们自己拍的。哦，那我就想替他们编一本这样子的一个毕业纪念册，因为我一直在想，就是说，其实学校这种东西，应该说是这个系统或者它的建筑，事实上它其实，我觉得或多或少跟我们的所谓的城市规划是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其实你今天。走到任何的地方的学校，你走进去看，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可以很清楚知道正门过去会有穿堂，然后再往里面走，它会有操场，操场会有升旗的地方，然后旁边会有体育场，就是说它是有一个某一种复制性，因为便于这个国家的这个建设而去复制的整个样貌。哦，那这个是被我后来插在他们的毕业纪念册里面隐藏版，就是我的毕业纪念册毕业照精华这样。完了，因为他们是小学生，那他们才
小学毕业大概几岁？十二岁吧，哈。那我觉得我虽然说跟他们合作这个有点像 workshop 方式去合作这个拍摄，但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忘记这件事情。我猜想他们会忘记这件事情，然后有一天突然想到要把自己毕业见证拿出来之后，发现哎，谁把我毕业证搞鬼后面？拍闭眼睛的这个毕业见证。好，那这是校长，校长也牺牲了。好，那这个是后面的那个老师啊。对，那我那一阵子其实真的很常跑台中，我大概苏化公路，我记得我那一年大概开了两三四次，有吗？就为了做台中的这些计划。好，那有一个小朋友在拍台中，突然在那边跑起来，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这样子一个限定版的一个毕业纪念册。那通常我想大家会。就是说比较好奇，就是说为什么会拍地，就是说为什么地上有密集这样的这件事情。这我本来想说不要讲，就会等下大家问。那我想大家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我要讲，就是说我经验，就是说，当我自己还是学生的时候，然后其实你在拍毕业纪念册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你还没有感觉到你要毕业，就是突然有一天就。老师，你说，哎，同学们，我们下礼拜几，然后大家集合要拍毕业纪念照，这样会有个摄影师来，然后就大家开始集合，然后你就在那个教室前面开始排一排这样子，然后一个一个进去嘛，然后每个人进去之后，然后点头，然后头抬起来，然后微笑，然后咔嚓，然后这样就结束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很，就是以你在使用摄影这个工具，其实是有点可惜，因为其实就说。对一个摄影的工作者来讲，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说，你怎么样呈现你跟这个拍摄的关系。那这个关系是，就说虽然说你看到的这个人他的样貌，但是他自己，但其实他这个照片结合，就是说，这个拍摄者对这个人的一个观点。所以它并不是单纯只属于，就说这个人的一个肖像。我觉得这个 idea 在后来我一直在处理影像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给我很多个很有趣的一个想法。那我再接下来看。那刚才我刚才试了一下我 PPT， 我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一个。应该怎么样好可以用。OK， 好，因为我刚才点这个东西它其实没有办法，所以我就。等一下，我们就勉强用这个方式，好不好？再稍等一下。那其实我在做毕业照那个系列的时候，OK， 我们就大家忍受一下用这个方式，就说其实我一直蛮喜欢有一个德国的一个摄影家，他叫 Thomas Ross。那他有一系列的摄影作品我非常的喜欢，就是他用我想大概是80%以上的底片的这个大型相机，他拍他身边朋友的这个肖像。那他拍的很像身份证的这样子一个照片，但他放的很大。那我有一次我也是到柏林去，我在他们的当代美术馆，他们也是车站去看节目，那有机会看到的照片，那我真的很感动。哦，那他的照片，就是当时其实那在我记得应该六七零年代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还有一定的
就说一个辩证，就是说到底绘画，因为我们后来在抄袭指数里面，就是说到底绘画的眼睛看得比较细，还是摄影看到的世界比较真，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问题当然现在其实也不用去争辩，但是那是很有趣，就是说你在看 Thomas Roos 的一个影像中，你甚至可以走近，你看到他的瞳孔里面，还有折射出来的，就是说像在相机背后的一个影像，就是说他创造了一个，就是说一个就是一个影像的平面，让你去阅读这个一个肌肤，但这东西可能他把他的包括他的痣啊，或者他的个性啊，他尽量的在拍照的时候去减低他的这个整个的个性的部分。那这部分也引起我后来拍这个系列的 culture 的这个兴趣。那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到底一个影像它能到底能是不是能够代表一个人的身份，或是一个城市的影像的切片，它能够代表什么？或是它应该要代表什么？那后来，在夜照的计划之后，我在2012年，那我有另外一个计划，因为我在台南做了另外一个计划。那这个时候，那时候是如果现在算算，刚好是那时候小 baby 大概出生几个月，那我就西家带眷到台南去这样子。那时候我在台南市的一个空间叫做后空间。那空间很好玩，它是用一栋在台南市中心，在永福路上的一栋建筑。那台南市的建筑，它其实它的立面很有趣，就是说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雕花跟装饰，那每个东西都不一样。那后来我才去翻阅那个有关建筑史，其实建筑史很少讨论这个部分。那我其实也不太知道，就是说是什么样的因缘机会，就是我们台湾开始有这样子一个建筑的方式，包括它的铁窗啊，或者是它的天花板啊，其实它有一定的一个建造的一个模式哦。那这个模式我觉得其实是很有台湾特色。那当我去到那边，因为他们就是。那他我就在那边住了大概两三个月。那我开始就很好奇，就是说这个家的他的主人他到底原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就跟他们收集很多他们的这个老照片。我收集了大概20几张的这样子一个照片。那后来我选择就是说他们的主人也不愿意，就是让我知道，就是说他们的就是不愿意让他们的这个长就是样貌被人家看到，所以我后来选择用一个模糊的方式去把他们的脸都处理成这样。但这个模糊的方式，我觉得在现在的媒体的环境，就是在电视上，比如说看电视的话，其实小朋友是不能被或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可能是不能看到的，所以他们会用马赛克。但是我后来选择了一种方式，就是一个好像是相机不小心摇晃的一个摇动的感觉。但这东西其实很简单，其实你用 Photoshop 都可以处理。当然在 Photoshop 里其实还是可以选择不同的模糊，但是我觉得这个模糊其实它对我来说有一个。就往下看哦，这是最后一个装置的一个样貌，就是它，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内容，就是说，其实这样子的影像，当你在看之后，我觉得或多或少可以让，就是说不同的世代的人，就是说去回顾到自己的一个背景，或是我们父母的一个曾经生活的样貌，像我自己其实，看我爸妈他们的照片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说大家在自己的生活的起居空间里面去
去拍摄自己的纪念照，但是后来其实这些东西都被放在抽屉里面，你不一定会拿出来。甚至我爸，不是我爸爸好了，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拿照片出来看，就是家里面家族的照片出来看的时候，或是我 po 一张他们以前刚结婚的照片放在 Facebook 上，就是他要我拿下来。他说我们以前很穷，然后穿那样就一定不要发，因为他只在下面留言。他说你没有尊重，我是随便拿的，对。然后我就把它拿掉。哦，那就是说，我觉得这很有趣，就是说，到底一张影像，就是同样一张影像，但是发生在不同的观看的人身上，它会产生不同的一个反应，那也许是一个好的或是不好的反应。但是我觉得就创作者而言，其实我们总是某种很乐观的方式在看的，但事实上其实如果说比如说当你读苏珊·松塔他的摄影论，他觉得摄影是代表思维，我想这东西可能就是说，其实当我爸爸看到他以前影像的，或是我奶奶看到，他们觉得这个已经是过去式，而且这个我在提醒他们可能跟死亡的有关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他是有这样的潜意识在影像里面。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就是说当我原本在思考这个城市的外貌的时候，其实我慢慢的就又回到这个人跟他自己背景里讲这个生活环境的关系。所以我在这个叫做家景的这个系列里面，我试着用三个方式去呈现一个当时对家的一个感受，那其实就是蛮直觉的。那这是其中一个部分。那当时就是因为当时我就带着我太太跟小朋友就到台南去待了三个月。那其实通常大家不会这样做啦，因为有小朋友的话，大家其实尽量就是要让小朋友就是舟车劳顿这样子。那我们还是选择一个移动的方式。那我觉得其实我们是在一个很短时间内，把一个不被我们定义成一个家的地方，然后去我试着要做的地方是家的样子。那这个是我当时去那时候小朋友大概4到6个月左右，事实上小朋友还不太会玩积木，他现在会玩。我记得当时我在排这个积木的时候，我比如说把它堆起来，它是打掉的。但是现在小朋友2岁，他会学习去堆积木。那我觉得在这个刚才的影像部分，它是有点在追溯这个空间。那在这个积木的部分，我觉得它其实反映了我们对这个家或者对城市的这个某一种有可塑性跟有信心。事实上，其实城市或是家，其实某种时候你想想，其实就是一念之间，就是说一个城市规划，这可能柯文哲，然后你知道他其实一念之间，他其实就可以跟他的团队就把我们的生活环境就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规划。但这里面其实，如果你是一个个体的话，其实，我觉得其实大家只有承受，就说大家只有承受这个城市的概念，就是说用某一种，那我觉得这也同时就是展现了我们对这个城市，或是我们对这个环境的某种适应力这样子。所以当我在做这个品牌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的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在台南邀请一些在地的他来看展，就是那些在地的，就是那他我邀请他来这个房间，然后我们坐在这个场地上，我们聊聊到彼此对家或是对城市的这样子一个回忆。所以这个展览有另外一个部分是声音的录影的部分。那这是后空间的一个角落，就是他们把它经营的，其实并不是很像一般我们认为像 Y cube， 就是一个白色方块的这样一个空间。那这是今年我在韩国的一个昌原的一个展览。那这个计划一到那边去之后，我就因为我在想说，其实没有必要把
那些积木，从台湾打包然后寄过去，运费可能比积木还贵，然后我就到他们超市里面去买帮忙韩国的积木这样子。然后这个展览其实有发生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去到那边，因为我也定做一个台子，那当我去的时候，其实后来他们居然买有那个做瑜伽的那瑜伽垫给我，他们买了12块，而且还红色跟蓝色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好玩的部分，就是其实有时在做一些国际的交流计划时，其实会有沟通上的问题。所以我在展览最后2天的时候，那时候在想说怎么办，然后我就到处去翻去走，然后翻箱倒柜。后来我在我们仓库里面捡到一个破破，就有点像是他们走的跟那个仪式的。他们其实韩国很，他们如果用纸都做一些正式的仪式，他们会弄很正式，所以他们这样子一个红色的地毯。那我就找到一个地毯，然后我也把附近的人都找过来跟我们一起访问这样子。哦，那这计划虽然说叫家景，但其实这个家，我心中的这个家一直到处去旅行这样子。那他后来也在8月的时候又跑到那个高雄的这个博尔有一个展览，叫都市马会办那个博尔策的一个展览。那这个展览里面，我这个台座我就把它做成圆的。好，那我就把这个刚好我韩国的玩具就寄回来。我发觉其实也很奇怪，在博尔，因为在博尔这个地方，因为他真的去看展的人很多。通常其实像有些美术馆的展览，其实如果开幕之后，其实里面是空空的。但是博尔这个展览很有趣，就是但真的都是西家带军，然后他们就很多人就把这个台座就是围起来在上面玩。那我的这个作品刚好也成了大家休息的一个地方。哦，那后来这个家景的计划，我在今年的8月、9月在韩国又做了一个延伸这样子。那这是我在韩国的光州旁边的小镇叫做潭阳。那这个城市其实很有趣，它是一个像南投的竹山一样，他们的竹子很有名，所以当地也是一个乡下的地方，所以我就跟当地的阿婆收集了很多他们的照片。这些都是阿婆提供给我的。哦，那在这里我后来就想说，想到另外一个 idea， 因为我后来发觉就是其实潭阳这个地方其实它是一个观光，就是像观光区的地方，就是说。我不知道观光这个大家怎么看观光这件事，但我觉得其实观光很有趣，对这个城市就提出，因为事实上，据我所知，其实，在还没有发明相机，甚至还没有所谓的像我们现在有飞机啊，有火车啊，这样交通工具，事实上在以前的时代或者航海时代是没有观光这个字的 ，tourism 这样的一个字其实是没有的。我一直后来我们在看到，比如说看到布列松或者一些记录，像这样子的一些摄影师，他们在拍照的时候，他们拍到一个时期，拍到巴黎的景象，巴黎景象里面居然有很多日本光客拿着相机这样到处乱拍这样子，有点像我们自拍这样子。那到后来这样子一个观光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像是台湾有这个当那时候。我说台湾前也讲了，那个时候其实台湾也到处去观光，但观光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蛮有趣，就是说，在早期的，比如说航海时代，或是那样子一个时代，殖民时代的时候，比如说我记得今天的我们主题应该是殖民有关的，那样的时代，比如说像法国好了，他们有所谓的人类学家，那他们被他们国家或是一些宗教的一些传教士，然后他们其实是当时真的比较知性或者感性的在研究或者在旅行，好，那他们是真的有目的性的。比如说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
有关山东，好像山东一个有人偷的照片。他说，其实德国人到山东，他并没有去做，他们当然也做很多滑稽的技术，但是他们花了20年时间去做下水道。好，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就是说，当我们也许可以说观光是一种很肤浅的行为，就是说，其实你只是想要把你从原本，你的生活的朋友或是你习惯的空间的这个脉络丢开，然后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你去收集全世界每个城市最重要的景点，比如说东京铁塔。比如说我在东京驻村的时候，很多人就朋友来找我，然后他们说，我们去东京铁塔，然后我们去浅草，或是我们去哪里？但我觉得肤浅，我觉得并不是批判，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一个就是说承载旅行内容的一个方式，但是它是很浅显，就是说我只要利用影像跟这样的一个建筑发生关系，然后我在那边自拍一下，然后我就证明我跟这个地方发生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一种某一种浪漫的一个方式，就是说让自己跟某种异国学校就说产生关系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他是很直接的。好，所以话说回来，我就想到就是说，我就想到我这今年的这个计划，我就想说在这个潭阳这个地方去拍一个观光的照片。所以我就很简单，我就抱着我，然后我就到这个菜市场后面这个市场，我就去买他们我爸上穿的那个衣服。那这衣服其实我记得我买大概20000多韩币，其实很便宜，大概500块就是上下，然后我还直接在那边试穿这样子。因为什么会有一这灵感？因为其实在那个乡下，它真的就只有阿妈。他就是我去访问那些阿嬷的时候，他们也不有老公的也不想跟老公住，然后有家人的也不想跟家人。你说家人就是比如说像韩国人很重视中秋节，他们中秋节要放一个礼拜的假。那中秋节的时候就是家人才会回来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阿嬷其实是，就是在我来说其实是某一种跟这个环境。他印证那个环境的一个角色这样子。所以延续我刚才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我一直在想说，就是我在公园里面发觉大家都旁边都是女性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开始把我自己化身成一个这样子，就是试着像一个妈妈带小孩的方式去这个地方去观光。所以这个我就后来找到另外一个，这是一个阿嬷家的门口这样子。对，然后我就拍一张，好，我也帮我女儿拍一张，然后这边是杂货店，其实跟我们以前在乡，就我们现在其实你要是到乡下的地方，其实还是看得到像这样子的杂货店。看到什么？我就延续这样一个人跟背景的关系去处理一个计划。那我可以给各位看一下阿嬷长什么样子。看到那个，看到可能是游戏的，
好，那这些就是刚提到嘛。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蛮引咎于这样的过程，就是说，比如说在学生或者是一些小朋友在乡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也是某种缘分，就是说都没有在大最近的计划没有在大城市，因为啊都在是在乡下的地方，但是就是说。从这些人的他们的生活环境或者他们的这个交谈里面，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提供了另外一个我们观看城市的一个角度。那就到这边，我们等一下应该还有机会的时间。那谢谢大家，那我们谢谢尚明。我刚刚一直在就是这三件作品让我就是从一开始的那个毕业照、毕业金，然后到家境，然后就到第三张的那个官方旅行的照片。其实我不知道，我有一个很奇怪的串联，就是我首先想到我自己曾经试过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你在看东西的时候你唯一看不到的是什么？看不到的是摄影师，就是说我是说没有摄影师自己在看东西的时候，你唯一看不到，甚至你在照镜子，你唯一看不到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想过很，我自己这样无聊的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测试了一下，你唯一看不到你自己的是你的眼睛。当你在专心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看到你的眼睛，你只有不专心在看其他东西的时候，你才会注意到，才会看到你的眼睛。我不知道，就是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大家可以回去试着实验一下。对，然后呢，为什么我会突然间想到这件事情呢？因为我发现，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我发现我走到哪里就觉得那个食物，或者吃到哪里就觉得那个食物味道怪怪的，就不太对，就是不知道没有台湾的味道。然后，因为我就是上大学以后就没有在，因为我是中部人，所以就离开台中或者离开彰化这样子。然后，那个。上了台北或者去了台南以后，就觉得那个价格很怪，所以我发现我到不同的地方，不管是去观光旅行，还是去工作，还是去读书，我发现我都带着我的家，或者说对，带着我小时候，其实我刚刚特别想到的，我觉得我今天应该是蛮丢脸，我就带着我对于饭团跟水煎包的记忆，就是大家现在。吃水煎包应该是15块吧，对不对？我印象当中的水煎包是5块，饭团是10块，所以我每次买水煎包跟买饭团的时候呢，我都觉得太贵。对，也就是我小时候的那种对家里附近的这种食物的记忆，然后对家的记忆，随着不管是跑到哪里去，然后就完全没有办法改变。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我怕大家笑，我还是觉得。超过5块的水煎包跟超过10块的饭团太贵，我想大家一定不会是这样想，但是就是跟着家到处跑，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家跟眼睛对我来讲，其实已经变成同一件事情，变成我的身体记忆的一部分。然后他纵使是在观光，我觉得那个观光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更有趣。我每次在看，就是跟着导游书在跑，然后拍完这一就是然后。到不同的景点，然后照完相回来以后，
我其实常发现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告诉我自己，我下次不要再按照导旅游书去了，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把旅游书翻过一遍，我其实就已经玩过一遍了。我为什么还要到那边拍跟旅游书一样的照片再回来？就是好像还没有出去之前，我就已经知道我要怎么样回来，或者我回来会看到什么。所以我觉得上林的那个作品对我来讲就非常有趣哦，就是他你做的就刚好是跟我做的事情不一样，因为我会带着旅游书，带着我原来以为应该要有的期待出去，然后回来以后，我的期待就跟旅游书告诉我的期待是一样的，那其实是不用出去的。所以建议大家带着艺术家的作品跟想象出去，对不对？好，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我当然现在要开始铺梗，不过这个铺梗是代表我刚刚有一点不小心这个失神。我刚刚在上林在讲的时候，在放作品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今天的背景声音很怪。刚刚有没有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那个有垃圾车的声音？有吗？有吗？对不对？你跟我一样不专心。对，没有，就是没有。我刚刚一直在想说，怎么办？这真的作品感觉上很不一样哎。后来我听到垃圾车的这声音，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心安了下来。每天我都要负责倒垃圾，然后就是这个时间听到垃圾车声音，心安了下来。那我们今天有很多闭眼睛的作品，但是请大家等一下不要闭眼睛，我欢迎参政。上面写的是2011到2017，但是真的在那个网站上大概不止，最早的一笔是1996年，那个是在大安森林公园，刚好拍，那时候是用影像，然后拍到一个其实地下乐团，但是后来大家变成有名的明星的人的早期的现场演唱这样。那这个计划大概预计到2017才会结束。那这个东西不复杂，我只是把它当成我用耳朵重新去认识我活的这个地方到底长什么样子。虽然我们是学视觉的，那但是如果就听觉来讲，到底它到底有没有办法触及不一样对一个事情的看法跟角度，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当然可以这样看着这个地方的改变，但是如果这个人的讲话声音语调不一样，它相对在跟你们沟通也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声的力量，其实如果就最简单的方法，记得前几年曾经有一个灾难，我发现那个是一个很可惜，却也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哦。但是在剥皮寮，剥皮寮刚整修完之后，他们当时要做一个展览，然后展览里面做，先给我喝
好像是中研院还是哪里，还是文化局那边，他们曾经做的一个田野调查，然后曾经做了那个曾经住在那个地方的，听说现在都八九十岁的，去讲他们以前的故事这样。那当我看到那个整个纸本资料的时候，我发现一件很怪的事，当他讲这个人是日据时代的，曾经受过日本教育，然后这个人转换成文字书写的时候，发现奇怪，我感受不到他是一个日据时代有受日本教育文化的。第二个，他可能说其中的一个住的房子以前是从南部上来的，那他以前的工作经验是什么？然后结果上面书写修改过的文字，只是把那一段事情论得太过头了。那论得太过头，好吧，那重点是讲事情，但是对我来讲，有一个很大问号。假设你要给下一代人去认识曾经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到底是活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他们的交谈的语法跟沟通的方法跟语调语速到底差别在哪里？譬如说大家看电视广告，大概应该吴念真这个人应该还蛮有名的，他的讲话就是一个腔调，他在碰到某些广告，你听到那个声音，就是真的会对他有所感动。或者像威士忌还是保利达是500嘛，他就不应该找这样的，所以那个是一个很特殊的 icon 卡进去，在大家觉得的 image， 就是我要加强我对这个讯息的不一样的层面。那这个这个 PDF 这个档案，其实如果你到时候上，待会开那个网站哦。那网站在下面这边一大堆，我都藏起来，因为过几天要全部整理。因为这些是大概从1996年到2011左右的旧的资料，但是因为我没时间把它搬到另外一个网站，所以这边底下这些都先隐藏。那我们直接看网站，太累了，就直接播。如果你有机会上网站的话，我先回首页好了，但是长掉这个地方再来一遍，因为这地方录不到声音，就觉得很棒，这样没有人，拍了一张照片，看着好玩就好了。OK， 那如果你有机会，你要进入这个网站之后，你想听到上面的声音，请记得一定要戴耳机，因为我用的录音系统不是一般的 stereo 录音系统，我的录音系统是可以模拟到这个音场结构状况很准确的时候，所以你必须要戴耳机。所以我待会可能播的某些片段不一定你听起来应该是长那样子才对，所以我可能到时候也会挑一些不是用那个录音系统录的。那为了清一下耳朵，先听一个经典。这是那个反核的那个占领忠孝西路吧，他们要被撤场之前，其实我全部都有录，但是我上传只上传一小段。这段会急着上去，是因为刚好一个朋友说他老公也有去。那，我在这段时间在这地方录了很多东西，所以可能是学生运动或者学生看到的，我是。警察看到我的时候，以为我是学生里面的某些特殊人物，所以同样在可能他们在抗议那个围那个中正医院局的事啊，中正医院局就是随时都有特勤的人跟着我，我就觉得啊，到底跟我干嘛？我也不是坏人这样子。然后学生也是真顶尖的在旁边，因为我的录音系统很容易被人家怀疑，到底在干嘛这样，因为他不知道我在录音。那这段是因为刚好一个朋友说他老公有去，然后他在哪边录。那你刚刚听到一个外那个原住民在讲，你为什么要害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害自己的人？这个东西大概除非你站在他前面大概3公尺，你才会听得到。所有旁边的，因为这边全部警察是围起来的，那警察以为我是记者，又让我进去，我也觉得莫名其妙，又觉得很进去，所以我就很尴尬的站在警察后面，因为通常站在警察后面的是记者，那学生被聚集到这边，因为。
全部都在等这边水车一直要把人赶过去，而且这段全部都有路，对，所以是没有全部放上来。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在攻勤教练的时候，然后水车已经开始在停的时候，他还没骂脏话，因为我知道一路运动会会希望被录到人在骂脏话，因为每个世代人在骂脏话，那个口音都不大一样，所以基本上，曾经有一个在万华录到一个女生跟一个庙会的人在吵架。那他也不知道我在录，我只是站在那边，然后他就从我这边一直骂，一直骂到我这边，然后再骂我回去这样，然后就觉得哇，好厉害，这个口音蛮漂亮的。对，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记得我在十几年前还会听到人家讲广播电视，广播节目什么光宇，我不知道他有忙吗？我记得十几年前很多人流行很迷这个人的广播节目，但到现在这五六年下来，大概很少了。这个我不是很确定，但是至少他的风靡的程度没那么高。那大耳抗议，我就现在先不听了。然后那个东西在台北其实还有个东西，一般来讲，大家都很好奇，里面到底谁被怎么砸，被怎么砸。但是对我来讲，那个东西也在记录。这个是昨天在韩国申报的朋友，他在讲这件事。那他说，那天有喷崔磊老师，他说一般没有说，因为听过来说有扫到我，当然也觉得崔磊老师。后来就是下周就是大家围那个消防车这样子。OK， 这就是我们，就不需要讲那么多。厉害！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花园鸟舍，在台北市也是蛮多鸟，台北地区。如果你要讲历史的话，这个是黄龙，但是就是听说每天早上跟晚上都在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假设是那个年纪的男人到底晚上在干嘛？然后呢，女生呢到那个年纪的时候，一个是跳浮光舞，一个就是学东西，这个是蛮神奇，对啊，蛮厉害，这是女性的力量。那另外一种就是大概五六十岁以上的，又有一票人跑去那个庙在念佛经。那这么多人唱的时候的那个力量。我觉得对一个城市来讲是一个很独特的事情。
为什么？因为如果假设你要介绍给一个外国人，台湾到底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大概百分之，我应该可以打赌了啦，90%以上大概说台湾，他来台北的第一个觉得最独特的声音就是摩托车。但老实讲，真的摩托车真的害死了我们。这样，为什么讲害死了我们？因为我今年刚好这样有机会把离岛这几个地方这样到处跑。如果扯到观光这一件事就很有趣了。当我在南屿的时候，我可以很发呆，我也不知道我下南屿的第一件事就突然整个都很放松。我知道我有3天，但是我从来没上去过。然后呢，就自动就会放慢脚步，自动的摩托车慢慢骑。虽然其实我摩托车也是骑的嘛，因为要边随时停下来的兵。所以这个岛让我觉得有点怪。怪的原因是他们到底什么样的生活形态这样子。然后当然南屿是目前我在逛了几个岛之后，希望他们继续维持这样的状态，虽然交通很不方便。对，那到绿岛的时候就很失望，绿岛就是大家的浮潜区域。那绿岛那一天刚好碰到一种大家这几年一个很奇怪的活动，幼稚园很喜欢办万圣节还是复活节。然后就算在5、6年前的万圣节跟复活节的幼稚园呢，他还是自己在自己的园教室里面办，到这几年很喜欢出来玩。然后呢，那天就刚好碰到他们在游街，然后觉得我明明来到一个更小的岛，晚上应该更好玩一点，或者更安静一点，我可以去干嘛这样。后来发现一样吵死了，然后。这到底算幸运还是不幸，这我也不知道。那所以绿岛明明有一些很视觉景观性的东西，但是基本上在那一刹那大家都忽略，所以绿岛就只有一个意义，浮潜。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对，就我为什么我讲这些事的原因，是因为我是因为在边听边录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而不是看。假设我如果看球，我搞不好是去浮潜。但是因为在旁边看，为什么这么多人在付钱这样？那我去的时候还不是暑假的期间，那他突然虽然已经不是观光季节，但是还是那么多人，就觉得这样一个岛到底这岛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到小琉球就会更惨。小琉球的时候让我最印象最深的是，明明都已经10月底了，11月初了，但是天气还是很热，这就是东部跟西部的不一样。然后呢，他前景就很好。我刚好非常不幸，上岛的那一天是礼拜天。哇，明明又有一下最还不错的沿岸景观，跟海浪声。然后呢，其中我录到一段，我后来有先放上来，因为这段真的是印象太深刻。但是我要离开之前的早上，我这个那个地理叫什么后池群礁，一个很漂亮的自然景观。好。啊，一直是啪啪啪，后面摩托车一直跑来跑去的。想一大早怎么还有这么多摩托车？原来大家也是很早就上了这个岛，想要观光，那大家都骑摩托车。然后我觉得最气的一种状况是，当我感觉到这个海浪的频率的时候，哎，这好漂亮，这海浪真的很漂亮。后面一个爸妈妈带着小孩跟爸爸带着小孩骑摩托车就停在那个。解说牌前面，摩托车不熄火，然后就停在那看告示牌，看完之后就离开。我想说，我脑筋真的有一种很想骂脏话，就是你到底是来看说明牌，还是来看什么的？这对我来讲，这旅行到底对我们来讲是什么？就真的很奇怪，对我来讲真的是太神奇的东西了，所以。因为假设我只是一个视觉观光，我到那个地方，哇，很漂亮，拍完照，啪，然后呢，小琉球晚上就是跑去烤肉，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然后呢，剩下什么？真的我是搞清楚了。然后，当我又跑到澎湖的时候，澎湖也是为了排时间，为了躲。风浪太大的时间跑上去之后，非常不幸的是碰到风很大的时候，因为我不是暑假去，所以到西屿到那个白沙的时候就刚好碰到摩托车很难骑这样子，
所以有些地方还没这上面也都还没弄上去，因为还有一大堆。那到澎湖的时候，就是一开始走的还蛮爽的，为什么？因为离开了小琉球那一个，然后突然来到一机场下来之后，马上来到这个沙滩，还蛮漂亮的，果然是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一个盘沙很漂亮的地方。这个真的要回去带耳机，因为这是用环绕音响录的，对，就是它有四支麦克风加起来，所以。建议大家那个，那后来是一人一大早跑去鱼市场，这样子。鱼市场最可怕的是这一段，就是被他们包装，你知道吗？跟鱼货就是拍卖完之后开始包装，然后就撕胶带跟贴胶带。不小小的市场，大概我只要去一个地方，通常会先到几个点，一个是公园，一个是庙，一个是市场，对。然后我是从一个方法，顺便要去逛市场，然后就可以知道这市场到底盖得好不好，这边到底喊得爽不爽这样子。那到底我现在的印象之中，全台湾我觉得设计的最好的菜市场是在高雄，高雄一个菜市场设计很好，因为市场如果你。虽然跟台北市，因为我讲完了，因为我很讨厌台北市的公有市场，那个设计让很多人不喜欢在上面逛，一层一层，然后老实讲，它的排风很不好。第三个，它感觉当然不热闹。那如果是传统市场，当然在台北市会牵扯到噪音，就噪音到底这件事在城市是什么样的位置，这个很重要，就是大家值得去思考。对，我现在在讲声音，不代表都不要有声音，都不要有声音是另外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所以这是值得大家去想的事情。然后如果你有兴趣可以上澎湖，然后到后来又跑去金门了。金门让我觉得最爽的一件事是，因为我以前在台东待了两年，所以在后来快跑去台东，从去年到今年跑台东跑四次吧。然后跑四次的时候发现木麻黄这一个树种越来越少在台湾。那木麻黄其实是一个防风林的作用，所以当它碰到风很大的时候，其实那个声音其实是一个会加强你的对那个风的吸力度的感觉的一个经验。非常不幸，表现就出来了。金门也还没完全上传完成。然后金门大概让我觉得最神奇的是，他们的鸟类声音其实还蛮丰富的，所以希望未来金门真的要继续开发的时候要多注意，不要开发到最后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发。那这个是我一直在录这些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去想，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空间，我们到底要规划它，因为你的规划会就像在台北市的公园一样。台北市真的是大家都意识到，台北市现在目前可以确定的是，所有公园都长得一模一样，所有公园长得一样，这件事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所以我就应该回过来讲，公园是什么？什么叫公园？如果按照现在的公园修改成这样，那个公园不叫公园，那个公园叫做自己家外面的客厅，应该可以这么讲，不讲客厅，自己外面的小庭院，就基本上那个公共性不存在。第二个，现在改成那样的公园，大概会在公园多逗留的人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真的是老一辈的人，第二个就是小朋友。其他你不会在那公园看到长时间的年轻人跟别的人在那边。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当你有一个地方设计的好，让人愿意进来，他就会有交流。那又不同的阶层跟不同的族群的人，他就有机会碰在一起，你就有办法让这个公园的。特质会变得不一样，这个很重要。否则的话，那公园意义就失去了。公园变成是假装是私人的、私自的自己的东西。对，那
所以我会希望当金门是目前我是觉得他应该要小心这样。那再来讲一个悲惨的例子，悲惨的例子是在马祖的时候，一下飞机就爆点，一下飞机之后就开始录了，录一次两次三次，然后再跑过来一路下去，大概一分钟就不见了，因为海浪上来。海浪上来这件事，就是因为我突然发现，哇，这个海浪声太不一样。太不一样的原因是，当我一沉迷的那一刹那，我完全没意识到，那马祖的海浪频率是什么。我以为我已经抓准了，因为当我在东部，因为我去年年底到今年一整年都在录台湾东部的海浪跟海岸，所以我以为我已经抓得到，我麦克风架在哪里，猜它的浪涛的速度跟频率跟大小，我应该架在哪里可以录到很棒的声音。就非常不幸，马祖是一个让我完全就第一天就挂点这样，不到半个小时，录音机就少掉了。所以马祖如果有机会，马祖大概也是海浪声很特殊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它会跟小金门不一样是，小金门我下面研究它到底为什么要那个海浪这么大，因为小金门大概是我听过的海浪声是最沉重的地方。我是透过声音认识这个地方的，所以我在用声音去解释，去想象为什么那个地方会这样子，他们的行为模式是什么，他们讲话语调是什么。当然，因为我中间碰到一段很不爽的事情，就是现在应该不要讲它这样。OK。所以我就要再回来讲一点点台北市的事情，就是去年的人就在做这个。然后如果当我在跟你讲这个东西的时候，譬如说你要听捷运的声音，大概台湾大概我听到捷运的声音，那个高雄那美丽岛，美丽岛那个滴滴滴滴的声音最漂亮，刚好是那一站，因为可能是在音场，所以听起来蛮舒服的。那你怎么去判断这个捷运的声音到底好不好？有没有去？我会建议你可以上国外的一些网站，他们那个你可以有机会听得到国外的声音。我现在是连接到这个伺服器的全球的网站，这个网站就是全世界都可以上传。那当然你可以上传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上面大概目前是4000多笔吧，好像有26笔不是我的，其他全部我的。啊，所以后来。别人就放弃了，就干脆不用这个机，因为机子。然后，但是你知道，我透过这个界面是通常一件事，因为我录的80%的声音几乎是大家都听得到的声音，我没有刻意去找大家听不到，这是第一步骤。我会去找大家都听到，因为大家都听到，才会透。当你专心去听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哦，原来里面有这个声音。这个时候对我来讲才有意义。那通常另外一个状况是，大家听到都一样，有什么差别？非常不幸的是，因为我可能有些地方一直录好多次，所以你可能会有机会听哦，原来这地方还有这种声音存在。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必须先从最日常状况底下，我明明知道这里会这么吵，我不能忽略它吵的状况是什么，我就是要用声音告诉你，它就是这么吵。那你要怎么办？不知道。大家来想办法解决。所以面对公园，我的想法也是这样，我们不管它会怎么样，但是我让你知道公园现在只有这样的声音，你希望它有什么。就像我在看金门或是在澎湖，我可能会录到鸟声哦，那你觉得它的下一步会是什么？我只是透过声音，我们要的只是一个美景嘛。所谓的美景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把某些植物移走的时候，某些动物就会不见，就这么简单。那你说是不是所有东西跟声音有关就是关于隔噪音？这是错误的想法。所以为什么当我在讲声音的这件事的时候，不会那么快告诉你说哦，要隔噪音要怎么样？那个东西是后半段的事，而是应该从另外角度去思考。就刚刚讲，你只要什么样的东西，它就会产生不一样的能量进出。那台北市也是一样的例子。那另外一个，当我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因为这个我就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机会再去读。哎，听一个，看一下，我记错，
年也台湾还有一个叫做水晶唱片，他们曾经做了一件事，台湾有声唱片，他们进入了一个专门在做丧礼的乐队，跟着他一直录。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因为再过几年丧礼的形态也会变。然后我忘了今天到底在什么地方看到树葬，哦，好像在捷运站。捷运站的时候，他树葬，然后写的那个 slogan 叫做什么环保。突然一件事，哇，我们身体都什么都不重要，我们要环保，所以我突然想到，那在那之前你要做，那这个也在过几年，唱的人的形态也会变，为什么？如果你要回去有机会听的话，大概台北市你可以去听，哦，我住的附近哈。当我在看歌仔戏的时候，偷偷录他们在唱歌仔戏的时候，就超好笑的。当他是一个五六十岁的人在唱歌仔戏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音调蛮好听的。但是当我看到一个三十几岁的在唱歌仔戏的时候，我发现就跟我们一样，就是不标准的发音这样。然后呢，台语讲的实在是有够太不利落了这样子。那个会靠的我感，会有这种感觉这样。这个是在这个地方，这是歌仔戏，所以如果我有机会再可以从这个地方，那我要节省时间给后面好好的去处理它。哦，不妙味的时候，然后有没有人特地想要听什么法国曲的？我有一个，可是我不知道你没有。我最近发现那个，对不起哦，我最近发现那个《少女白琴》有。哦，像你拍什么面遇到？我之前都是在那个有男生真的，之前大家，我想大家的印象都是，像你白琴，应该稍微有知道，就是五指枯木嘛，对，然后像你白琴这样，大部分都是女性从业人员。我最近发现好像有男性从业人员去哭这样子，然后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因为这个当然是跟传统的丧礼制度丧礼仪式有关嘛，就是大部分哭亡或者说这个通常是兴趣比较奇怪的，就通常是女性扮演这种角色，所以我很好奇，我当然很好奇为什么会有男性去做这个角色，然后可是我更好奇的是他们的腔调到底在其他人听起来会觉得怎么样，因为。我们通常，以一个乡下长大的人来讲，听到女生在丧礼上哭是一个很正常的，就是虽然说她用大声用喇叭，但是没有听过男生。对我来讲，声音会不见的，对啊，那件事是很正常，不用太刻意非得去保留它。嗯，对啊，是这样子。如果你愿意去保留它，那请你就去。我在马祖就碰到这个例子，我在马祖就是突然他住在那边的人，哇，原住民讲的话我听不懂是正常的，因为我大概已经习惯他们的腔调，所以我知道我听不懂他讲什么，但是我已经熟悉。当我在马祖的第一件事，他们走过去，天哪，他讲什么我完全听不懂，但是又不完全大陆腔，中国大陆腔，但是可以知道他是中国大陆的区域的，所以我会用这个方法，那边的交谈的声音跟。口语这边就完全不一样，那金门又完全是另外一种例子。金门就是我后来我只能说我去印证了我脑海中曾经怀疑过的一个我以为的金门人是什么，啊我真的心里有点笃定，我猜对了，对，但是我还不知道怎么去详细说它，因为它有一种刻薄的形容这样子。那所以对我来讲，身为一件事，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该保留它，那就请现在就开始行动，而不能说等别人来告诉你，别人觉得怎么样，你觉得它该保留就保留。所以我现在做这些事情，就是说，其实我并没有太大的那个论述，告诉你说这个声音怎么怎么，我当然可以告诉你。比如说，你能问我说，好，我有时候会单纯站在路口录摩托车、汽车。为什么要录这件事？录下来之后，我可以猜，或是可以去想象，为什么台北是这么吵？假设有人问我说：“你录了这么多，你要
这些声音资料可以做什么用？当然会告诉你有很多种用途。一种用途，假设是电影的人，电影的编制很简单，电影的编制就是导演如果要去看景，通常是带摄影师跟编剧跟监制，声音呢最后再说。那因为我的录音系统其实可以提供你，你可以想象你没去过，但是你如果戴上耳机，你可以想象原来这个地方的空气流动速度是长这样子，你可以感觉得到那个地方的氛围是什么。那这个是我自己慢慢要跟一些去的人要做乐器的时候做事。另外一个东西是音效库，台湾有很多声音的来源其实是买来的，然后进电脑后置这样，所以基本上大家的对听声音的感觉，基本上这件事并不是那么的，这完全回归到就是声音，你的耳朵如何被刺激，你的记忆，未来的记忆如何被刺激。但是你如果出了电影院之后，你会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历史经验？这个对我来说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说法。那再来说，你说这资料库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好多年那个都市规划人在找我，问我意见。他们说这个声音可以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假设你要公园或是什么东西要怎么设计要怎么来，我说 OK， 我告诉你可以方法，你去想。为什么？譬如说，大家第一件事在讲声音跟设计有关系的时候，就两种极端，一种是完全放弃，城市就是这么吵。这句话我也知道，城市永远都是吵，你又不是住在乡下，城市必然是吵。但是你怎么有制度的去汇流这个噪音的流量跟噪音的去向跟消失的状态？那你们在做建筑跟设计规划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你在做植栽设计的高低矮位跟不同的植栽的比例是怎么做？其实你可以改变，可以改变不代表完全的主角，因为人是很特殊的，就是我们会自动忽略声音。譬如说像刚刚讲，因为它闪着。我刚刚没有听到外面的，你是因为我专心的听他讲。他因为他闪神了，所以他的耳，你人的耳朵就是这么好玩，你就会自动跳去搜寻别的东西。所以回去之后，其实你可以试着去训练你的耳朵。其实相对来讲，大部分人都忘了自己还有耳朵的功能。但是我们通常也会去想象一个盲人是什么。但是非常幸运，我今年刚好跟一个电视台拍一个片子，就是拍一个盲人。那大家都会对盲人有个想象，他们耳朵是多么的敏锐，可以听到很多细微的东西。因为我接触那么久，我大概可以直觉，他绝对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子。只有当那个导演跟那个制作他在问你到底声音的看法是什么时候，他说声音对来讲是一个讯息啊，就这么简单啊。他必须更专注，我现在听到什么？他比较不会去专注我听到这个东西的感觉是什么，对，因为他也没有忘记他的触觉，所以他不是完全别放弃他其他的感官，他只是刚好眼睛看不到，就这么简单。所以相对就是说，如果，等一下，这样子。